历史真实就照。第二章王祖贤清纯优雅。第四章赫本高贵雅丽俄罗斯总统普京年轻时的留言，文弱的脸庞，儒雅的气质，标准的美男子，也是其颜值的巅峰期。在过去18年间，普京送走了克林顿，跑走了小布什，告别了奥巴马。然而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在统计 60% 的选票后，普京的得票率为 75.57%。 王祖贤是公认的亚洲第一美腿，他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角色，是当时很多人的梦中情人。犹记得25年前王祖贤拍摄徐克青蛇时，剧照师抓拍了王祖贤一张照片，如图所示，一身白衣尽显清纯美，微微一笑倾国倾城。16岁的比尔·克林顿会见约翰·肯尼迪，当时的美国总统的留影，这次的握手极具历史意义。谁又能想到克林顿日后会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呢？这张老照片经典，值得珍藏。奥黛丽·赫本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，清澈的眼眸，青春洋溢的热情，被时尚杂志将赫本评选为有史以来最美丽女人第一名。图为奥黛丽·赫本和纪梵希的留影，一个是奥斯卡影后，一个是时尚大师，为电影和时尚史造就了一段佳话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